是用那个，我是用啊，不，它是用木芯板，嗯，包皮，然后是用夹板，嗯，嘿啊，嗯，那这样子，对啊，我它旁边是空的，我有做一个架子，嗯，啊，刚好为了这车去，我又把它固定起来，哦，就没当啊。哦，是因为这样子是固定，是卡住。固定住，对啊，刚好这个空间，嗯，我下面就装箱子，我可以放一些线材。因为也刚好这个对设立不了，对吧？哦，对，对啊，我是自己做一个框架，嗯，我下面用四个，刚好用一个模式型的那个椅子，把它固定，嗯。这边可以看得到。哦，对，我用两个模式型的啊，下面模式型下面还可以，像这边我就放空气，工具箱，嗯，啊，这边都要像蹲着长条鱼，就把它放到这边来，嗯，啊，本来有一些帐篷啊，什么东西放在这边，但是都没有用，这是大概十分之七以上的东西都没有用，嗯，没有时间用，对对对，然后那电，你看它很聪明，就电刚好在这个地方就觉得刚刚好，我就这边挖一个洞过来，对，从这边过来。啊，从这边航空头从这边接，啊，我也可以把航空头从这边出来，嗯，往里头。你看这里它有做一个，这边有一个整合式的那个逆变器啊，等于是它把所有都是，啊，你别接的钉管接的别挂接，这个大概15000左右。哦，逆变器它整合这样子。对，它就是直接接电池嘛，它就是没有电池，它有逆变器、充电器都在里头，它是20A 的。嗯，对，那刚才这1.5公升的水哈，嗯，我昨天计哦，199变成187，184变成171，大概这样子。啊，逆变器在这边，哎，啊，它也有这个充电的航空的，我知道，这是只有10A而已，嗯，那10A的而已，那最多是10A而已。对对对，它这个也可以接20，更大的就是接到这边来。对，我知道。这我知道，而且我是简便的，所以就没有用。嗯，所以等于是他充电要接那个来充，他就对了。对对对对，他没有整合在一起的，没有在一起。我是说没有整全。没有没有，等一下就分开。对啊，因为你这边整合在一起，你放不下。对，就是那个空间。你这个一定要分开，你这个一百多嫌它太小。嗯，啊，那个200多啊，它的空间又比较方。这应该是280的吧？240。200。我这颗是200的。是200的。嗯嗯，200的。了解，哦，最主要是想说不要尽量不要用冻明火，嗯，对对对，所以我就设计这个东西，嗯、哼哼就是这样的东西、嗯、啊，明火就是这台做了，明火嘿嘿嘿哦，你 对, 对对，啊，那不是要移送，那个不是要移下来，这是这刚好放在这里头嘛，嗯，啊，先把它拿到下面来，哦，这个要移下来的，对对对，没有，就是说你真的要用的时候，像昨天的聚会的话，嗯，把它拿出来，哦。你看这个老师也是很厉害，都自己设计自己做。哦，这是你们给我们推荐的那个4.1吧？哦，是的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对，就这一台。啊，这东西总是要有个地方放啊。嗯。就刚好放这边。那刚好。对。啊，这样子人就可以围一堆。嗯。对。就是露营的概念啊，就是他们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啊，小椅子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还可以。嗯。对对对，这个很稳。嗯，就是落地的时候使用的时候就拿下。落地使用的话，对 对, 對，就像昨天我们聚会的时候，对，用这种东西就很好用。对，嗯，就把它当小桌子使用。啊，平常就收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刚好是在一个地方，对啊，上面这一格，它是收在这一格。我等一下，嗯，放给你看。好。哦，现在到你。哦，哎、欸，你有线啦，你小心你的那个口袋那个线啊，不要让它卷进去。哎呀、啊！你忙叫驾驶员呢？必须哦。你是处女座对不对？是啊。处女座的、啊。我今年属蛇。没有。看不到属蛇。嗯。他这个刚好本子放在这边。对哦哦对，这里还在打开。这一个板子。对。哦。OK。嗯。啊，老师有没有这样出来露营过？第一次。今天第一次啊、喔？对，第一次。走路。卖给你了，中你的毒。你弄那么久都没有自己出去玩？都没有。要。第一次。我觉得还是要出去了，不然不出去你不晓得你需要的是什么。
对不对？真的就知道说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哎呀，到最后你会发现东西越来越多。哎，不会，很后悔的。不会，我们会越来越少。其实我们那时候，其实我们那时候拍片的时候有跟大家讲，其实录影到最后加减法，哎对，加减减，我们减一直减，这个就不用带，因为我既然是用明火，又一个人的话，再说就用这个东西就好。对啊，你那就想说来给你看一下。你如果这个不用带，你就是一个拉出来，后面就可以吹足了。还有你的教学的话，就是我把那个叶哦这个大哥的那一个，他说这个用来这个地方。对啊，纳智捷那一台哈，对，这一个。哦，就做一个，啊，椅子后退，前面这边就可以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刚才要出入，它是利用这个啦，哦。对，利用这个，还有这个它有一个扣环。嗯。哦，全都。这个也是这次。我先用。嗯。仅用。对用。它本来可以大概五公斤左右。五公斤啊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都用了啦。对啊，所以我昨天就在上面吃饭。嗯嗯嗯。对。吃饭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对对对。哎。啊，你睡觉？你昨天睡觉是躺着？我昨天是前面那个打平啊，有点像躺椅这样子睡。哦，对，我要舒服了。没有他，昨天老睡，因为他里面还没弄呀。对啊，还没整理。还没整理。刚刚那滚起，将就一下。对对对对。慢慢调静了。慢慢调整。慢慢调静，慢慢调整。慢慢放运用起来。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东西越少，空间越太多。你同那动作大概拢也空空空，对吧？你车大台啊！哎呀，你也有空就对了。现在困就拢好势。你的车顶你捌困过无？一个，一届尔。嗯，对。困一届尔。对。这神秘海滩嘛。哦，困一届了死完，你讲呀？啊，安尼了，了车。困一届了死完。神秘海滩哦吼，就容易掉。哎呀。你怎样记啊？昨天我只这个跑了，搭就这个斜度了。门牛哈，对吧？门的后牛啦。哎呀，我这里面，这个这个下去，嗯，然后呢？可能我也打钢带，像这样。我本来是在玩木工的，打钢带，我自己。他的正职是老师。正职是老师哦。对对对对对。教木工。没有。刚好这两三年，那这他应该是三四年开始玩木工。哦。学校现在开始以前工艺课，对，很准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来全部都被废掉了。对啊。刚好这几年在提倡。啊，我们做这一块是为了要锁进去，把它固定住。借他的力。对。国中一中啊，没有教室。他刚好又可以。可以了，不错不错。现在行，我觉得很大不了。